光头强加油。家里没有，再说了，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？你们人类不是有句话吗，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。不会再看书了，我要去追求我的梦想。梦想多少钱一斤？梦想就像星辰，你能看得到，但是你摸不到。光头强，不要碰我、哎！你们根本什么都不懂，凭什么教训我？是我爱的太纯，太不天真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好事，只有劳动才能改变命运和贫穷。哎，不管是谁的功劳大，俺觉得团结友爱才是最重要的嘛。才失败，样子不帅，就用姿态来表态。对呀，就算生活给我关了窗，我也能用我的双手再开一个。对不起，这是规矩。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。